我唔知影在场有偌济是要来参加城关林义雄先生敬祭，要来路过立法院的民众啦。因为看起来遮社团的代表较济，我先甲大家报告哈两点，我就要来离开这个记者会。第一点，林义雄先生昨昏发表一个公开批，伊讲伊这条性命来死，就是将官者该害死的。但是，咱爱社团代表甲社会大众爱深深了解，将官者有两个，一个是政府，一个是人民。政府是邪恶的，这咱大家拢了解。但是咱人民若懦弱，林义雄先生这条命若无去，就是邪恶的政府跟懦弱的人民造成的，对不对？对。我们今天不选择继续当一个懦弱的人民，我们今天要路过立法院，让立法委员跟行政官员都被封锁在立法院里面，不能离开。我们虽然人数少，但是我们要展示这样的决心，对不对？非常的不安呐，也非常的紧张，所以今天早上醒来，这个心脏的状态就不太好，会比较晚到。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林义雄的生命在我们的眼前消失了。我比较不气愤邪恶的政权，我非常讨厌懦弱的人民。公投盟已经在街头五年多了，碰到的就是一群无情无义的人民啊。阿扁总统也不是马英九跟民进党单独害死他的了，台湾人民也是帮凶之一了。林义雄的 case 眼睁睁的也是要发生同样的事情，那就大家都视若无睹，我实在看不下去。我们要让这些人都可以体会进食的痛苦对身体的伤害，他能够做出合事停建的决议。就是谁要让那些立委体验绝食？对对对，所以立法委员现在我们今天比较行动比较晚，就是要让他全部都进到里面去，因为今天是开院会了。所以理论上他们都是要全部到院会里面，啊，行政院院长、副院长、所有的部会首长，他应该都会到里面去接受质询，所以两院一起逮捕，把这个立法院改成台北监狱。这个就是邪恶的政府跟懦弱的人民造成台湾不公不义的长期这样子在台湾蹂躏所有的台湾人民。好的人一个一个被抓去关，一个一个要被这个体制、这个社会来凌辱、来死亡，我真的看不下去了。要来路过立法院的，那来这里整队了，来这里整队，要请媒体稍微让开一下。这边哈，核市场本身，台湾没办法承受一种不安全，对不对？会往台中队的队长，这个政府啊带领，几年来他都去守那个中兴楼的路口。我们今天呢，大家听好，我想跟各位，不可以攻击警察，知道吗？所有的人员，朱准进不准出来。全世界上唯一一个，全世界上做得到吗？他背对警察。你要有勇气接受警察的攻击，做得到吗？大家要了解，我们的行动就是在缓和了，就是要终结核四，对不对？谢谢大家。
不是来这边进食啦，也不是来这边联署啦，那就开始行动了。不是，就这室内可以会向后转，往前走来，往前走，这一台的麦克风跟着我。来，我们来唱一下歌来。团结，团结，为了台湾。团结，团结，为了台湾。团结，团结，为了台湾。团结，为台湾。团结，团结，为了台湾。团结，团结，为了台湾。团结为台湾，团结为了欢迎，团结团结为了欢迎，团结为欢迎，团结团结为了欢迎，欢迎团结为欢迎，为台湾。团结，团结，为了台湾！团结，团结，为了台湾！团结，为台湾！加油！加油！团结，为了台湾！加油！加油！加油！团结，团结，为了台湾！团结，团结，为了台湾！团结，团结，为了欢迎。你们的不知点在那边呢。前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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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往前面走，前面走，前面走，够了，快点，往前面走，往前面走，快快快，别急，快，别急，别急，别急，快，往前面走，往前面走，慢慢来，慢慢来，哦，啊，不要打警察，对呀。好，安静一下啊！好好好，别别推了，好，别推了，给我麦克风，麦克风。不要推挤，啊！不要了，你们拖队了，你们推着拉人后面。后面，大家坐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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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来了，请后面，坐下，坐下，大家坐下来。大家坐下来，坐下，坐来，坐下，坐下，大家坐下。站站，快坐进包围，快吧，站站站站。列三列哦，其他没有，他没有收费的，不用进包围。麦克风站中间一点啊，不要被你们援军啊。看台湾的人民是懦弱的，还是勇敢的，对不对啊？我们已经达到我们预定的这个。路过的地点呢、啊？这个就是我们路过的地点。等一下人多，青岛东路那边还有一个路过的地点，所以希望我们媒体朋友可以帮我们报道。我们已经初步达到我们设定的目标，希望台湾民众要来声援林益雄先生的进食。
大家不可以用禁食来声援禁食啊，大家要用路过立法院的行动，让立法委员跟行政官员今天都在立法院里面，在里面参加林益雄先生的禁食，做成合适停建的决议，这样子就是我们行动的目标了。我们的今天行动的目标不是针对警察，所以大家要严谨非暴力的纪律，不可以攻击警察。我们宁肯选择让他攻击了，但是绝对不可以攻击警察。大家可以做得到吗？做得到。现在我要呼吁所有在旁边两边站的民众，如果你是要来声援的，就一起坐到地上来，不要在旁边旁观了。台湾的社会没有理由继续旁观了，对不对？对。